喂喂喂，老三，咋的啦？要玩美女世界啊？那我带你玩啊，邀请你啊。接受了。哎呀，你怎么站我头上呢？我我跟你讲，你要想玩好迷你世界，我就得先教你认清楚这些东西，知道不？来，你过来，你看前面这个东西。这是啥呀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迷你世界中最高科技的一个东西，你踩上去试试。这能踩吗？能踩，你踩。紫色，我伸出了一个紫色的那个地毯。你咋没死呢？怎么了？你被炸弹崩飞，你咋没死呢？你命挺大呀！你想坑我？你现在走向我，直着走向我。不是，你咋出来了的？咋了？你咋出来的？我操，这什么陷阱？你再不是陷阱，你再走一下，你再站那边试试。你再站一下。啊？我完美的避开了，没毛病啊，这陷阱啊。我走咋的？你咋能出去呢？我完美的避开了所有陷阱是吗？你咋能出去？我咋他妈出不去了呢？炸弹没给你炸死，陷阱没给你圈住，还想坑我？我是天选之子，我发誓。